三个复兴吗？也不六个复兴，我想玩六个复兴的阵容。锁着甲可以，我锁着甲能合什么玩意儿呢？荆棘背心儿，谢谢赫莫。决斗大师吐，哎呀，从来也没有给我前妻来过塔姆福星啊，给我来一把吧，行不行？从来也没有啊，真的从来也没有啊。无尽刺客确实牛皮，我觉得反甲挺克他们的，并且猩红也挺克的，其实。大剑。福星，海南上个劫，不上劫，上个海南，前期有个海南不是很牛逼吗？三件装备，没有一件是攻击装，没有攻击装啊。没有天选之人，更没有攻击装。三国，给我电他们，给我电，小耗子。这凯南一看这样子就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这凯南，有点烦呢，这把我凯南给我扎死了。这可以啊，这啊，这可以啊。凯南要不再往后点儿，薛威不是那么很厉害。感谢墨眼青衣，还有两分钟开奖啊、哦！一张办卡就能参与了，这轮我们还差二十张，差二十张办卡可以完成我们超级粉丝团的任务，差二十张办卡，兄弟们，这装备算了不给了，这么地儿吧，输就输了，输两波就输两波。谢谢帅哥救我，还有一分钟啊！哎，我连天选之人都没有啊！这先给你来个大腰带吧，这轮最好是给我赢喽。全是刺客。看见没？全是刺客。
鼓卖了，我卖了，把牙锁卖了。这阿卡丽不帅呀，多帅呀！这阿卡丽，对，你们就拿阿卡丽，我就拿反甲，我克死你们。我给这鲶鱼上个反甲，直接前期无敌，暴击都暴不动我。我这大鲶鱼啊，谢谢瑞瑞的酒窝，还有3秒钟开奖啊！差4张办卡，有没有老板抬一手？我给你来一个反甲。这刺客我们也想克制他们，就得来个反甲，知道吧？先来一手反甲，再来一手狂徒热炎啥的，这大鲶鱼就无敌，不掉血，看着吗？看见不掉血没？这劫就把他去后边全插死。靠！真猛啊！嗯。真猛啊！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1、2、3、4。4个就够了，不要了，等着吧。我这姐打人咋不掉血呢？感觉我打的大树就刮痧。打了100下的这大树才打死。福星来了，5连败了，来个大剑吧，我给你整个龙刀，哎哎，果断给你上去，攻速吧，漂亮。这轮我就不升了，等着吧。
金克斯铁 five， 今天有个水友跟我说养一养金克斯，让我养一养金克斯。我说那行吧，我养养试试吧。赢了，三福星赢了，给了一个小猪，三福星赢就给三块钱呢，啊？不会吧？有就不错了，不是啊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哎，我突然之间猛起来了。我开始赢了，开始发现没？开始猛起来了，给个逆扣吧。啊，有羁绊之后连麦才算。哎呀，这也太恶心了。给个逆扣，又给两块钱，这给的也太少了，这。这也不行事儿啊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上个大树。对，你就打那蛤蟆啊，你看看掉不掉血，我感觉我福星要吃鸡儿了，我不吹牛逼，我感觉我福星要吃鸡儿老母驹要不要？可以要个老母驹，算了，老母驹我决定给他递出来个福星 buff， 我先来个维音，我给金克斯上点装呗。蓝刀锋三无尽，一刀一个小鹏宇，是吧？那我装哪点吧？好吧，我没玩过，我拿一个。我要播种恐惧。我一会儿给刀锋拿个无尽，行不行？无尽只能带一把，改了。我给你看看啊，有没有无尽的哥们儿？没有啊，这没有。别让那狐狸放出来大。一星小法，给我掏死他！别让那狐狸放来的，
好，没有人装武进呢，这整装待发，不用那么高人口，我那什么吧，等这轮打完野怪再上吧，打完野怪我们再上人口，不用着急，我又没有说是这血量不行了，坚持不住了，我六十来点血呢，一会儿金克斯升个二就完事了，我往上升一升，然后呢下轮升级第一个老母狙。拿个这么个玩意儿了，给个老母狙。带福星的那种的，这玩意儿要不没用吧，没用，有用没，没用，不要，哦，他的劫把我的金克斯给我切死了。给个福星的狙吧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给个狙吧。我就想玩把福星，能给个面子不？这玩意儿呢也没用啊，我看他于事了，来陪我玩玩，游戏时间到喽，哎，差卡特，卡特，这就对了，等会儿啊，有人上啊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这大狙给个卡特吧，卡特呢，这不完了吗，我操，刚宗今天好像很饿，哎呦我操，我这第一下挺难受啊，这
没有卡特。五福星三次我都佛了。没有啥都可以接受，我没有卡特有点接受不了啊。金克斯没用，那也得要啊，金克斯得上去那啥呀，得上去凑福星啊。卡特，好的，我们无敌了。给个妮蔻，来来来，这不给妮蔻。哎呀，这家伙，金克斯死的真惨呐、啊！这，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刀锋确实猛啊！哎，妮蔻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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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太爽了，爽，爽。来吧，妮蔻给塔姆得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着急，我还拉巴呢。哇，这狼人有点意思啊，这狼人。这狼人有点意思啊，什么狼人这是？永恒之身狼人，给你吧。我觉得我塔姆不行，一会儿我就放后边得了。金克斯撇了，那我金克斯撇了干啥呀？我不的，我凭什么撇金克斯啊？我不撇，我指定不撇。我这塔姆就放后边得了，我就让这些刺客干我这塔姆，好好干，使劲干。我觉得我们这么有钱的话，我们直接升了得了。
真的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升，我升。我们来组成的刀锋吧，金克斯，撇了。对，你就干着塔姆，对，可劲儿干。你不干这塔姆可真是不行啊！让你明白谁才是刺客，给我尼克再来一个。给个蛤蜊，蛤蜊五块，不要了。蛤蜊要什么蛤蜊？阿卡丽，来做个两段吧。这老母驹咋这么多呢？不行，我们把老母驹拿着，我们组成这俩。你就干着塔姆啊，可劲儿干呀！金克斯让人打进去了，完了，他这寡妇有点厉害呀、啊！他这是什么呀？哇，他是夜影猩红。没给钱儿，刀锋闪了以后才猛，我也知道啊，那我也得有啊，那没有那咋整啊？你不得赢吗？这得赢。我们这阵容得赢。哎呦我这卡特，不像个人呐、啊！这卡特琳娜呀，不像人了啊，有点卡特琳娜，我们得换点位置了，这不行，这位置不行了。现在这卡特装备都这么暴力吗？真是暴躁啊！再给你来把无尽。关键我这也没得提升啊呀，无尽变了，不让放了哦，无尽变了那就没办法了。昨天无尽还不这样呢，今天无尽就这样式了。这安妮儿我刚给他递个两星呢，真的他又来，烦死了。非得说给阿卡丽行，那我给阿卡丽装备行不行？非得让给阿卡丽装备，那我就给他。昨天还行呢，昨天可以无尽放好几个，今天就不行了，今天无尽只能放一个了。
改了。尼克，来个狂徒。我操！哎，我这刀锋上来怎么掉的血？这刀锋，我这刀锋一秒没了。这波估计够呛了，我应该是没了，我地也没了。哎呦！我以为我没了呢，没想到我又坚持了一回合呀。那下波让我赢了，我不起飞了吗？这刀锋不行，放脚吧，真的。阿卡丽也别升了，阿卡丽也升不上去了。这帮人咋这么能坚挺，这么坚挺？嗯，三国又起飞了，现在这卡特什么装备？我们就追着刀锋吧，别的不追了，别的追不起。老母驹，给个卡特也行，有点提升总是，是不是？这连点提升都没有，给谁呢？给你吧，哎呦我操，我的金克斯一秒没，我的阿卡丽没动过，继续。靠，这夜影猩红也那么猛，它版本吧每天变，也不知道到底加强什么玩的了，也搞不懂到底什么猛，好像现在寡妇有点猛嘛。三国能玩了，我看一眼啊，我看一眼他们这三国现在能不能玩。谁都能追三，非得要追男刀啊！行，确实行，兄弟，确实说话还是你有一套，真的。你这也不行啊！给你们结个账啊！